当然就是实干，它是一个自修。你祝寿不是有空吗？自修能力还不错的一个师兄，但他不是宫里面的，他是宫里面的好朋友。我都没有。等下接触蛮久。底下一样温哦。等我，小心。有。那个脚脚的，我怎么很难擦到？你要温到没有？顺序还没摆，我就先。那有没有擦？然后所有的法器啊，都要经过一次。先进啊。妈要抱那个不安那个。对，刚才讲的顺序。一、二、三、七。太子回来了吗？太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啊。太子一直都在我们啊，今生一直都在。从来没一下。谁可以帮我一下这个？帮我把手一下，我你要现在弄哦。啊，进里面而已，里面。哪个里面啊？就那个，我把那门打开，我进去。这个门，这个。刚好这门没打开。哎，我工作室你也可以欢迎欢迎。啊。我先去帮他的工作室。OK 啊。他把窗户打开。钥匙。这里要对动神。然后黄色的吗？通常就是就这个米酒，米酒这个吗？可以啊。对，没开过。反正就是一定都是用米酒。他没有，他包含放在房间。那四九的进法。因为他迟到，他要把他工作做完。我怕，我怕。搞不好你就成就刘美金了，就是莲花菜的状态。我会把刘美金起来。没有，我会被他骂。他可会被我气爆，我会骂。戴丝巾啊！看他一下，他有。对。手摸一下。你戴丝巾。他在学那个。会接触到他们身体。今天月亮是圆的，所以绝对不是去这个。昨天晚上我看到月亮非常的圆。啊，重要的一个东西没有拿下来。零一啊。初一没有月亮。居士证，就完全不同。对，这样就完全不同。什么是居士？就是在家在修行的人，就叫做居士抓。大家进我就可以，进完之后放在床上。那在修行的在正道里面讲的确实比较好度。那如果真正有在比较了解修行的人，可能要把当中的不要。所以，你比较简单，就是你跟那些一点一点讲的，如果在修行中，在修。
Thank you.
行政工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？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？